我抹完之后，哎，这毛巾抹完之后放哪里？哦，怎么吃饭吃的这么紧张？真的没有试过吃饭吃那么紧张啊！算了，吃饭吃的这么紧张啊！哎，所以说是，哎，吃的很紧张。全部人都这样紧张吗？就这样。用拿手擦毛巾吗？我已经擦了。我也偷偷擦了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。你没有发现我为什么一直推你？我都在擦手。对，它放在这边是已经可以吃了哈，已经可以吃了。哦，都是这样拿的。嗯，太过了。嗯，我觉得超好吃的，好吧，超好吃的。吃这个是手法，它这样子不可以掉的，就是这样。记得吃的时候不要掉哦。我现在好紧张。因为我很怕拿的时候鱼跟饭都掉，他们最忌讳的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你等一下示范一个鱼跟饭呢？能不能开玩笑？来吧，接下来是虾子。啊，是不是？他们最忌讳那个，忌讳那个。小心拿好哦，不然是不准做。怎么吃饭吃的这么紧张啊？哎，所以说是，哎，吃的很紧张。